主料：猪肉300克，虾仁100克，香菜100克。比起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猪肉切碎，虾仁切碎，香菜切碎，荸荠切碎，酱肉馅，虾仁、荸荠、香菜加入盐，鸡精拌匀，揉成丸子，放入蒸锅蒸8分钟。成品来了，烹饪技巧：丸子蒸6到8分钟就可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